Q 奇要来宠粉啦，我会把一些 Pop It 给送出去。如果想得到免费的解压玩具，一定要在下方留言说 Q 奇姐姐，我想得到免费的解压玩具，就能够参加这一次的抽奖活动哦。上集解压影片还没观看上一集的开箱影片吗？可以到这边去观看第一集的解压玩具影片。
片就拍到这边咯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点个赞，那还没有订阅我的朋友们呢，赶快按起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哇啦哇啦乒乓，咿咿呜啊啊，锵锵哇啦哇啦乒乓。